船报告一个无关紧要的好消息，我的量子力学过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恭喜！牛应该先暂时不用了吧？牛过来，牛过来，牛过来。然后这样子，好了，牛都坐在船上了。再就是把羊削蜘蛛丝，哦，你怎么上去的？你喜欢这个哦，那这个送给你。你不喜欢？我的天！好，现在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来，来。是啊，哦，没有线真的好难赢哦。女友蜘蛛丝，我不行了，我去接。我知道我史莱姆啊，我去问一下。允月，我要跟你拿蜘蛛丝。我拿给你。我在这里。快来关我们！有史莱姆啊！要很后面才能做出史莱姆农场，要做那个。都不知道做多久，再慢慢来啦。我们先把洋洋的弄出来。哎咻！哇塞，你们也知道隐约的箱子里有，你们是很厉害呢。四个一个。那就开到十点半吧，把羊弄一弄，我们就关台吧。这样子吧，记得。到了，两条线，两点之间。你们来吃啊，好吃的草诶、欸，不是草啦，小麦、怎么那么麻烦啊？太早用了吗？进去，还要再挥一下是不是？不要逼我、哦。
我好崩溃哦。第一次玩鱼又去背框哦，是哦。对对，推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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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进去推进去。还有钓竿，对不对？我天哪，我在干嘛？我就是不想破坏后面呐、啊，虽然可以用石头烧，很麻烦呐、啊。啊，废熊。这才是我最崩溃的，好吗？这才是我最崩溃的。我做钓竿，对啊，最崩溃的那个才是啊。让我上去。哎，很难弄呢，真的是很难呢！天哪，卖卵哦，不要闹哦！啊，哈基在看有没有，看到快笑死之类的。剩这两只哦，啊，那今天先这样啦，今天就先关到这样子啦。等一下哦，先
先喂两只，再引一只，我们就换游戏啦。过来，先挡起来，怕又有羊给我塞进去。好，先这样。好了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、啊。不盖起来吗？不是，因为我要在上面剪羊毛啊。因为我要走到上面，然后这样子剪羊毛，先剪嘛。反正白色的羊毛还可以染。那之后，我好像也可以开始染了。等一下哦。红色嘛，红橙黄绿蓝靛紫。啊、哦，蓝颜色最麻烦，就是怕颜色会重复，红橙黄绿蓝。仙人掌绿。要骨粉有没有？放一根栅栏可以染到下面吗？不是，我现在如果用到的话，就是其实羊一格高他们出不来啦，那、啊、就只是红、橙、黄、绿、哦，蓝还没，那应该不能养。哎、欸，好，对，那就。到这边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今天轻松生存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周见咯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礼拜，每个礼拜七点都在 FB 直播，那有兴趣就来看看我咯，各位拜拜，各位晚安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拜拜，超像眼睛被遮住，好，等一下我搜一下哦，因为那边片尾还是要讲一下，因为我发现每次都没有录到，好气哦！啊，如果要休息的或是什么的，就你们赶快去休息吧。那等一下就是魔物猎人世界了，也没什么可以玩的，只剩魔物猎人了。好了，赶快睡吧，趁你偷吃，这样子，好怕掉下去哦。虽然上面可以补一排的那个啦，一排的那叫什么栅栏，可以贴着剪，可是我不要，做个箱子，我们放楼下。宝宝。看都看，感觉今天观看数很可观。我没有注意看欸。
我等一下去后台看一下。嗯，玩这个时间过很快啊，然后就都在聊天，都在玩自己的，就很轻松，真的很轻松，然后又可以有时速，很棒。感觉这边的草地长好快哦，这长好快啊，感觉羊好会吃哦。那至于牛牛的话，应该就是养在这边，养在对面这边。我已想好要怎么用了，应该啦，不然就是过几天再继续开那个测试台，小实验室那种感觉。好了，这边都没有动到，觉得有点可惜，都要用我用羊毛。好啦，我先把这锁起来，感谢各位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打开，看下次今天可以拿多少。好，我们换游戏，我先去尿尿。哦，白痴哦，原来我麦是关着的哦。哦，虽然我也没有讲什么、啊，有到200多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来偷偷看一下。哎，还不能看，可恶。好像还不能看，等一下哦，后台也要改分类。你看，还不能看，可恶！哎呦，有到208，哇，好开心哦！叮，改分类，改分类。该不会九口也有玩吧？没有吧？没有，只是来听的。没有，对。他电子音哦，很严重。很严重。
你怎么了？啊，不要，我网络不好。丁美女，公司网络烂。你怎么来公司啊？断尾了、啊。丁美女，断尾了。很快的，啊、很快的。我刚刚打的要死要活的，都没有断、啊。因为我这个是直接一直攻击他的尾巴，当然喽。如果我这样还不能断尾的话，我才要哭啊。不是那个刀子系的有累积值，你可能在尾巴累积很久了，然后节操刚好断我这样子，也可能的。我拿斩击斧啊！我已经至少在尾巴已经待了。我靠他的，不要等等。哦，他现在在前手臂。哦，今天有到208，没事没事。很多、啊。很开心。怪他可以撞啊！他可以撞了，啊！他干嘛了？啊！你先打，你先打，我打。前面那个有点危险哦，他爆炸了。啊！我跟你说，前面有点危险的。我以为我把他扒走可以耶。来不及的、啊。来偷看。哎呦啊！哦，他真的很麻烦，很难撞。我看到你卡了一点。真的假的？略微啊，又被撞了。不用怕，靠，等一下补你一口，你就一颗星星，要不要？哎，哦呦，你怎么来了啦？真的哦。好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我哇，直接，哦呦，你怎么来了啦？北七哟、哦，我是说那只火了，还是没来？可是，哎、欸，那我刚刚看到什么？它是另外一边的、啊，看到鬼哦。过来。哎，跟我比较熟的就会这样子呛我，还是我没有。你看人家Joko多乖。哦，又要被撞了。哎，是我是我是我，不要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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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认得你。对，为什么他都只撞我？没有啊，刚才是我啊，你欠他钱、哦。换人而已、啊还是。我没有。你知道吸引仇恨啊？我超。你超可爱，是不是？啊、算了你超香。有过来？餐、欸、火来了吗？好，我来了。哦。啊！不要！等一下，秀秀，你给我靠墙。靠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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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墙，墙，墙，墙在哪？哦，这里。哦，你再撞啦。不是啊，我就是说，哦，没、欸、秀，你还是把勾勾取消掉好不好？看到你那个什么都没打，有点想扒你。什么勾勾？显示文字的啊。显示文字。对啊。你就是什么都不打，你可能骑乘或是人家趴头什么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没撞到，他随便的。什么勾勾拿掉？就是人家骑乘，不会说骑得真好之类的吧，干得好什么之类的。嗯。啊，你是什么都没有打、啊，就显示秀秀飞高高，然后什么都不讲话。哦。我等等改。我想说你在讲什么？讲人话啊，讲什么？讲你听不懂的话啦。对，我听不懂。有没有人？好意思，想自己消失。啊！啊！打消打消打消我打消呢 ？Oh my god！ 你这样先不是吃血，是先吃打消。你会补啊？你不是说你要帮我补？哦，就说补一次要钱的啊。哦，真的？好，对不起，我吃。再不听啊！干、嗯，我都帮你补了。哦。来第二瓶。男人说不要，我自己吃。我自己吃。其
奇怪，为什么我的道具袋又跑掉了？就很奇怪，有时候都要一直重新设定啊。我那天就是一直卡到音，每次出一次团就设定一次。我的直接全部不见，不是全部不见，就是陷阱跟我的。你为什么要说谎？我没有。又跑。不。大概很可怜，大概有快接近半小时超过，他不能离我。谁、欸、打我？翼龙啊！翼龙啊！打屁哦、喔！有事吗？我的魔刀。当然有事啊！我刚将近一个小时，都没在挂，都在用我的网络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有挂台，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我有挂台，我还开了，哦，那好几次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要送他一臭蛋，送他一头血。我找不到我的臭臭蛋啊！我怎么又被炸了？臭臭蛋，不要！看你怎么又过来了？对不对，吃风茄是不是快乐多了？哎、欸，真的。太累了。那时候叫你一直那样子，你不听。我现在有在吃啊。然后那时候观众还教你怎么配装，我就说不行，李秀秀的那个玩法不行。那个中火，走走。我来，我来。啊？是不是有点？他为什么要躺在岩浆上？因为他倒地了、啊。倒了哈。他被撞啊。哦。啊？我的吼叫居然有延迟。真假的？别闹了。没有啊，我以为我翻滚没有延迟啊。应该是我看错了，我想说我都翻滚过，然后就我这翻滚过。啊！你不要看着我，你不要看着我，你走开，你不要靠我。你打过轰龙了没啊？我把他打完了。哦，叫他做轰吼装啊。有我叫他做啊。嗯。做什么？轰龙装。我不是跟你讲说他有个满足感吗？那个就是你吃东西很高机会买一送一。就是不会消耗掉。可以吃得很开心。我现在都是常住这个啊，当捕食一定要带那个啊。可是，哎呦喂啊！你现在还不能当捕食啊，你的那个珠子不够。你现在用这个比较好，好不会死的、啊。对啊，你现在有吃菇，又可以配那个轰吼，还 OK 啦。哎呦，你不要靠我这么近，我会怕。来了，我可以输出的时间到。你会被炸下来哦！你要滚一下哦。好。再等一下就要可以抓。好。哎、欸，可以抓了。好。看一下，我开空龙任务给你做好了。嗯。哎呦，好烦啊！这个血量条到底要放哪里才好啊？啊，我就放正中央去，看你顺眼啊。对啊，或是你把它拉小一点啊。它可以拉小吗 ？Ctrl 或那个啊，那个可以切画面。切大小写的那个键，哼 ，A 的左边那颗键，可以那个让它放大或缩小。怎么缩小？我那它太大了。Ctrl 跟那个啊 ，A 左边那颗键呢？哦，这个好棒。看，太小了。哇！按错，
好，我来看一下有没有红红貂蝉。你看一下你的工具房，啊，工房那边应该有的。怎么去冰原的最高处？冰原哦，对，我还没教你啊。对对对对，你这个还他要取这个干嘛？哦，他要说他要去用那个料理啊。哦，对啊，你说有那个猫的生物学家，可是我，那个找不到。这个呢？你要解啊，要找有些你还要等级不够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他昨天才知道气虫怎么用而已。完好了，大要慢慢敲了。所以，我刚才，我先去看一下红龙调查好了。嗯。这个嘞，等一下我怕你手忙脚乱，然后一直狂叫。不会。我等一下要跑酷。哈？要跑酷？要跑酷。要荡来荡去跑酷，你没听错。你会的话就很还好了，但是那个我学一次就会了，因为我应该说不用学，那看一次就会了啦。啊，你的话我不知道啦。好，那我开始用一次。好，那先我看一下，你开探索啊。你开探水，然后发出救难信号。好。去哪一个营地啊？随便，十五啊，不是五啊，十五比较快。你没有对不对？十五，你有去踩人家营地吗？十五在哪？我开。哈，哎，干嘛这样？啊，他应该没有时间，他也没有机会去踩啊。对啊，你等他去踩踩啊。我看网络上说有七号营地，我一直找不到七号营地在。哎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你去踩我们的，你去踩我的，你去踩我的。你等一下先飞十五号，然后再去，先去七号，再去十五，那再之后再飞十五号。先去七号，再去十五号。因为我等一下十五号。救难船他也要应该要踩好十二号那个。我有救难船。救难船是主线任务啦。因为我可以抓企鹅，我那时候就看到那个地方可以抓了，我就跑过去抓了。好，抓。参加。我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救球球。发出救援信号。好，我发了。好，然后去拿个乐意。而且你要那个呢，我先教你怎么跑啦。那个要那个花朵真子中才有。这个我有跟他讲。哦。花朵真子中。对，有先进条件。哦。我有跟你讲说有先进条件就是。有，我有记得这个。啊，那个小暗道的那个花，你要记得去捡哦。哈，有一个小暗道的花，那个也是另外一个花朵真子中。对，这边有两个花朵真子中，两种。那个好像也是要是一种食材，没有记错。那个，你在网络上查一下就有，你就找猫饭。对啊，哦，有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那个什么，干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那你现在才知道，他小，我刚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你真的是很白痴哎、欸，介绍听懂就你听不懂，就你最特别。没有啊，秀秀要先去七号啊，我们在那边等他。我在七号了，然后再飞十五号，我去看一下那，我的不是。十五在最左右上啊，我们这边箭头这里啊，有看到人。你干嘛？啊？你在丢什么？随便丢啊。不是啊，有哎、欸，对啊，就是我看到冰咒龙，我想说是你惊动到他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那个是碎掉的声音。没有，他攻击翼龙。而且冰咒龙好像还蛮远，去捡一下。单数声音
所丢到。小隧道里面没有、啊。出来，出来，等你。好，走这里。冷饮记得喝哦，我热饮记得喝哦。啊，算了，有喝了喝。他刚拿了大脚。等我一下哦。那你的球给你啊。这边。不用了，我帮他吃那个了啦。好，而且他自己可以是鬼爆炸菇啊。对吼。来，到了。你要先看我跳一次吗？这边抬头看到那个光亮亮的虫有没有？看到气虫，有没有看到气虫上面的？嘿，然后你先看，我先跳给你看。有没有第一个？嘿，再荡过去，再荡过去。好，这边，那、啊、这边是重要。这边会有一个钩气虫。来，我跟你讲，然后荡到第三个回头，会有气虫在更高的地方。来，你荡一次。过来啊！好，过来啊！反过来，还是过来？他还没来。嘿，嘿，我掉下去了。我看到了，快点！你要赶快反方向。没有，他连第三个都没勾到了。爬上来啊！爬，怎么爬？哦，这个冰可以爬吗？可以没有啊。另外一面，小姐。对不起，是不是爬错边了啦？对，感觉是气虫一直哀嚎、欸，它快断掉了。哎，这可以用很多人的，然后空白键跳弹过去，要空白哦。然后再对、啊、然后回头，然后这边开一个空白朝上安息。啊，我看他掉下去。好高！我这很简，这已经最简单的，你还上不来？啊、没关系啊，再来。不行，就是要嘴他，不嘴他，我良心过意不去。我又下来了哦。来，我在这等你。你要赶快把房